下班了。这个是很意外啊，哦，前几我们的同仁都也很不舍，发生这件事真的是很遗憾。他平常人对同事，哦，对那个一般的收件人都很亲切，都很亲切。其他懂行，然后你看那个每天都是陪他吃饭睡觉的人，竟然就是一瞬间就不见了，然后。我们刚刚在会场的时候，他妈妈其实就是他眼泪真的是滴不了，而且在盖棺的时候，那个盖棺，他想去看一下孩子的那个瞻仰仪容，真的是也是很坚强的妈妈啦，真的泪崩了。对啊，就是妈妈也是很坚强啊，就是也是很舍不得，讲哎呀，我阿本来我囡啊，那样呢，怎么都底下呢？其实应该是这个是又刚好今天又是母亲节，然后是给妈妈一个很难收的礼物啦，我觉得。也希望是妈妈可以保重。